然后再像佩玲老师，他的风格啊，我是觉得他人很好，然后很认真，都可以学到东西。哎呀，票房给我最棒的地方就是有伴，然后有也明火提供我们这么好的环境，还有师资。对，这样有点蛮马屁的，但是是事实。那我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我就觉得跳得很开心，然后我也觉得有收获。我在这边交了很多的朋友，他们都非常的用心与专心。其实呢，我是被陷害的，被他们拉来一起。不过呢，跟大家一起在这边快乐的跳舞，真的是感觉到，自己的人生真的是蛮丰富的，很快乐。大家一起过来哦，已经是年度期待的大事情哦。总统可以不选，市长可以不选，但是明火杯一定要参加，这是熟女证明自己魅力的最好的方法。谢谢。